你是不是偷题？因为就这几个事儿。你是不是偷题？否啊，否啊！你得点是，你舔不到你。你能舔到吗？一般人永远舔不到自己啊，是啊。中文能力水平测试，请听题：一般人永远无法舔到自己的胳膊肘，是舔不到。是是是。否，舔不到。否啊。不合格。你能舔到吗？一般人永远舔不到自己啊，是啊。那你咋是啊？是啊是啊。他是不想做一般人，我看你。舔不到，舔不到，舔不到，舔不到。是是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下一个啊。一般人的手指毛都是朝小指方向生长。是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毛？没有，没毛。你得了病，没毛病。没毛病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毛？没有，没毛。天哪，没毛病。你仔细看，还是有的。你好像有一根哎，这不是有吗？是，哎，对，是是。你看看这个，还真的是。我是不是还没有进化完成啊？你就接了吧，李哥。你看我指毛多乱，你是不是装法？你装法了？没有，他真是，确实是，不是？你看根儿，你看根儿，确实是。哦，他就朝这个方向打勾。我看你，不是啊，我是啊，啊，你也能看到？对啊，这肯定是往小指方向。还真的是，还真的是。下耳了？我是啊，是。第三。一般人侧对墙站立时，举起左手，并将左侧身体从左手到脚紧贴墙面，此时抬起右腿，他绝对无法站立。啊？哇！为什么？墙呢？墙在这儿。都是墙，你随便，就是这样子贴面站着，然后，哎，我看抬哪只手？是这样。不是，你得这样贴，整个侧面贴。然后你抬你的右脚，你站不起来，抬一下，抬得起来吗？抬一下，抬得起来吗？侧对墙，侧对墙。哎呀妈！真的假的？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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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可能吧？真的抬不起来。一二三，抬。你别怕，你别怕。我没怕，我在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走。用力抬。我用力了。嗯，这0.1算吗？不算。抬右腿，一二三，抬。抬这边，抬不起来。你别怕，你别怕。哎，真的不行啊！真的不行。我试试我，万一我能抬起来呢？那你就偷题。行吗？你试试，你试试。啊，真不行，我已经感到。你先抬，用力抬。你不要有负担。感觉整个人在提腿。哦哥，哎，哎，哦哥，哎，哎，哎，哦哥，哎，哎，哎，你干了什么事儿？没有啊。哎，但是你往，你没，不是，哎，他抬起来了。哎，哦，你天赋异禀。来来来，你再来。哦，你这只手呢？这只手不能挨着。我腰扶着腰啊。但他这个算成功了不？那你扶着腰看行吗？扶着腰是不是能做到？不行，我扶着腰也不行。所以我是行的。哎，那你是一般人？不是，你不是一般人。他不是一般人。下一个啊，一般。